哎，你干嘛呢？放个寒假把你星也放野了是吧？周老师，我太累了。不想考试江陵了？不去了，我还是去杭州吧。行啊，反正也跟我没什么关系。杭州多好啊，风景也好，我还不用看到某人天天给我补课。怎么了？我刚开玩笑的。哎，干嘛？喂，在耍我？我没有啊。你是不是？你搓我干嘛？就老搓我，动不动就打我。不想写作业你就说，你在这儿。我哪有不想写啊？很有意思是吧？嗯。我真没有。啊。喂，妈。欣欣，家里出事儿了，你快回来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我家出事了，我得回去一趟。